日前竹山高中热闹办理综合教学大楼新建动土典礼，现场嘉宾云集共同祈求工程顺利，期待日后借由工程的完工启用，带给学生更好的环境来学习课业。这栋已经大概有60年的一个历史了，好，那原来都是我们体育班跟综合职能班的学生在使用，啊，国教署补助了将近应该是5900多万，好，那由学校自筹1000多万，好，那作为未来我们的综合职能科跟体育班学生的教学用，那也比较等于说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完备的一个学习环境嘛。工期应该是有1年的一个时间，顺利的话明年的12月底以前呢应该会完工。竹山高中近年来办学成效相当显著，现有日方肯定校方的用心，也期待日后因为有综合教学大楼的启用，能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带来更好的成绩表现。竹山高中是位于在我们竹山鹿谷的最高学府，学生也来这边读也是蛮多的啦。我们竹山高中，我们这个陈校长还有各位老师、师生们、老师们，大家都非常的努力，这几年在对外考试都有很好很优异的联考的成绩，所以呢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够在兴建综合大楼化大生们很好的环境。先远友好也祝福综合教学大楼工程顺利，早日能够完善的环境来供孩子们上课学习。那现在来讲已经动土，那将来就一定会希望尽快能够让工期能够顺利，希望将来恐怕我们就让这个所谓的我们教学道路很快完成之后，让学生们同学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，那就一定会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成果。那未来我也会在有机会就在立法院来持续协助我们竹山高中的经费，还希望我们这边的许多设备可以持续更新，让学生的教学品质能够更好。那这样子竹山只要教育好，竹山的发展就一定好。议长何胜峰肯定校方办学的用心，也祝福综合教学大楼新建工程一切顺利，并早日完工启用，让师生们有个优质环境来进行课程活动。记者卢伟凯竹山采访报道。